先来看二号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二号你是第二名。对，第二名。他不是第一名，不是，是第一名的是他。四号。OK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从这里，请出列。哇！没不意外吧？就是白啊。他就这样，演艺圈这么白的没几个，对，一看就知道是他了，很好认。我知道为什么三号今天看起来特别壮，因为他站在二号跟四号中间。生日快乐！对，没比较没伤害。真的，大哥你进去，如果站在我二号就还好，太这个位置排得不好。瘦了瘦了，三号没有好位置。也是属于爸妈还很快乐的状况下有我的，因为我妈妈也是上半身胸部大，然后那个手也比较粗，跟我一样，然后但是腿很细很细很细，娇阿咖的那种类型，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，我妈也会拉筋，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筋比较偏硬，可是在因为跳舞的过程就是硬把自己拉开，可是我的问题其实比较在于我是腿型 OK， 然后肤色比较白，可是我的肤色比较白的状况下，就是瑕疵会很明显，晒伤怎么对？而且你看我的那个，就是一点点血管，或是我这样翘脚，等一下翘一下，它就会红了，马上就会红。然后而且我也非常容易被蚊子咬，对，然后也很容易会晒伤，所以我平常工作，比如拍戏的时候、出外景的时候，一定就是满满的防蚊液跟防晒伺候到底，要不然就会留疤。像你看我之前也是拍戏的时候，马上就变红豆饼了，一下瞬间就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女生养腿的时候，除了你如果天生条件并没有特别好，那你就是当然是一个靠运动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，再来就是要让它维持光滑。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那个没有伟俊姐那么的紧实，因为我看起来其实我一胖的时候我橘皮都还蛮严重的，所以我很认真在那个它的肤色均匀上，所以让它维持，这样才会有那种不会让人家觉得哦，你腿好像蛮漂亮，可是坑坑巴巴的。那我的 focus 会比较在让它均匀，因为颜色白，如果上面有东西，你就会觉得它好像压爆的感觉。对，而且这样的腿真的连蚊子都觉得很好，很好吃。对，我超级招蚊子，我是随时随地口袋里要带防蚊液的人。我连最夸张是我那个冬天穿丝袜，它都可以钻进去。有一次很夸张，我很像蚊帐，因为它飞进去之后出不来。哦，我回家之后。蚊子在死在里面，天哪！是不是很想当那只蚊子？很像捕蝇网，对啊，我有那个网子，所以我是连穿丝袜我都还是会喷防蚊液。欢迎防蚊液来找我，因为我真的是很在保养它。你是我们的捕蚊灯啊！对，不用我带，你们都不用怕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！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所以哦。